为人父母唔简单，由怀胎十月开始就好多嘢要注意噶啦。吴日贤呢日出席活动就提到陀 B B 嗰阵有产前抑郁，如果情绪唔好咧，我谂譬如屋企人啊、朋友啊、老公啊，只能够忍咯。我记得我自己试过有一次咧，突然之间好差情绪，我就闩埋厕所门，就匿喺入边，不停喊，喊咗半个钟。咁我老公好惊好惊，咁佢就话得，我离开，你唔想见到我离开，你唔好乱嚟。咁樣，咁佢就離開咗屋企，咁我就喺廁所裏面，即係自己冷靜翻落嚟之後，先至得咯。所以其實你知道，女人唔好話生小朋友啦，有時女人姨媽到啊，情緒都唔好啦。咁所以有 B B 就更加咯。咁所以我都唔知點解嘅，其實問翻我，咁總言之，情緒一到就嚟了噶啦。不过生咗之后先是正式的开始，阿英就建议各位妈妈要先跟老公谈好怎样分工照顾 BB。 到 BB 来到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知道怎样的时候，没谈清楚就可能会很多怪责。我看到有很多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，可能爸爸都会有产后的抑郁的，他们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都做不好妈妈的心水，所以我觉得要谈清楚。